旺哈农庄的黑糯玉米又来了，它这个每一磅都是200克以上，配料表只有鲜糯玉米，任何添加都没有。这个是食品级的铝箔纸包装，你们蒸的时候这个包装不要打开，带着包装蒸或者煮15分钟就可以了哦，会锁鲜的更好，更好吃。产自黑龙江北纬45度的黑土地种植，看这个品质太好了，颗粒非常饱满，一两分甜，很黏糯，黏牙那种。黑玉米的营养价值非常高，满满的花青素，优质粗粮，高膳食纤维，特别适合早上当早餐，身材管理啊，晚上代餐呀，都可以，方便又营养，关键是不长肉肉，颗粒非常饱满，品质老好了。特别家里面有小朋友的，上班的呀，早上起床放锅里去洗漱，洗漱完它就蒸好了，真好吃。